我是公关列车长，大白少年了。5月10号，送完那晚送完那，时间15分，准备的是一次一次跟我的14次。我今天刻意选14，因为我今天在机场拍了一天了嘛，对吧？算是一天。然后现在要搭故意搭14号车回去，然后刚刚又吃了一些饭，这样啊，终于吃饱，想开回家。原本要在西门町的了。我想说算了，还蛮困苦的选择，但后来觉得，待大42号，因为以前是22嘛。好的，1次1次7588在江山线上超车 PP 之后准备交会。我的42次新成绩之后准备交会，1次1次。有一只羊啊。我的42次，昨天把车交好，龙岩港台东的，3000型12连面组，3010的皮蛋豆藤，红色带新能级装盒，比我的1次1次的 PP 值强啊。去发的叫3号操作 PP 自强啊。这边1018单连轴 PP 电脑加手检测一下。PP 1号角单线组 PP 的啊，1次1次，啊这边42次树林发射，叫花灯阳台灯，要3010M，3010的皮蛋豆灯啊，红色带新能级装盒。啊，准备再送安南关闭车门了，1:16，5月10号，也达3010。42次树林发车，将花东港台东关闭车门，就那么办。还是这么办。